下面我们的指挥赵雅丽小姐啊，给我们唱两条歌，实在是不简单。我们等了十年，她才首次要答应跟我们在金鹰音乐会上怎么演唱。我是一个不会讲台语的，可是我带了台星这么多年，那今天也看完很多台星的旧朋友，也有从加州打来的朋友，觉得很高兴。我唱个六月茉莉，很简单的歌，好，歌词唱错你们不要笑。爱心